聚焦华人热点，讲述华人故事。海内外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舟。好，再来看美国。您现在看到的是前不久在底特律西霍姆斯瓦格纳演艺中心举办的魅力中国2018底特律中美文化艺术节。来自中美两国的艺术表演者为观众带来了歌唱、舞蹈、器乐、诗歌朗诵等精彩的节目。会场外还举办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图片摄影展，这些照片记录下了中国在过去40年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个重要瞬间。好，今天的华人世界呢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